保安大队报告，保安大队日前啊查获到一名黄姓通缉犯，在执行附带搜索的时候呢，在车内查到57包啊，掺有二级及三级毒品的这个随身包。那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些随身包包装啊讨喜，包罗万象，包括啊有日文包装、中译丸很大、那啤酒品牌以及这个潮牌服饰 logo 等。警方在此呼吁啊，年关将近，那各类的饮宴欢唱开趴免不了，但是要提醒民众的是哦，尤其是这些讨喜的这种包装的咖啡包切勿购买，以免这个误染毒品啊，这个后悔终身。以上报告。